经过撕碎和过滤尘土处理的圆捆稻草具有广泛的用途，可作为优质的动物饲料，提高牲畜的适口性和消化率，同时它也是制作生物质颗粒燃料的原料，具有良好的燃烧性能，可用于供暖和发电。此外，经过处理的稻草还可以用于农业种植，作为有机覆盖物，改善土壤结构，促进作物生长，实现农业循环利用。